大家好，我是阿萨，欢迎继续收看 Unpacking。 2012年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到了他小时候的房子。我很确定这是他小时候的房子，只是里面的家具稍微换了。我看一下，所以他以前的浴，以前因为以前是跟爸妈住嘛，所以就只有布置他的房子，那个他的房间。现在有浴室了，这个还是乡村风的浴室。咦，不过也只有两个房间需要摆而已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他们家族的照片吗？让我很好奇呢，赶快来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啊，会诉说着怎么样的故事？这个十二面骰还十六面骰，竟然还有啊！这个也还有哎，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吟游诗人。足球从得金牌变成得铜牌，这样子。这样子，这张，这应该是威尼斯吧？是不是？看起来蛮像，他蛮喜欢那个地方的，是不是 ？Family photo。好的，他，哎呦。把他钉上去，钉在他的脸上，哎，看来他不是很喜欢这个男的，可是他还是留着这张照片。也许他，如果这两个是同一个人，就是主角的话，这是他原本的男朋友，这个才是他老公，是这样吗？可能是吧，我也不太确定，我只能这样子推敲。然后他跟他离了嘛，就去，然后后来又认识这个雅玲，这雅玲都不会分开放的。这里面有什么？哦，这 poster 可以再贴回来耶。好可爱。好可爱的贴纸，这里面是什么？不能看这里面是什么吗？这个溜溜球，以前没这个啊，好多书哦。这有点像奇幻小说啊。哎，这个又回来了。这个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里面内容是什么？是不是有点像是科幻小说之类的？哎，3DS 哎，哈哈哈，3DS， 哈哈哈哈，酷呢，这个还在呢，笔电也还在。这个果然是彩色笔嘛，这个也回来了，这个应该是马克笔啦。书包果然还是喜欢紫色的书包，哦，连这个都变成紫色的了，可以放这吗？哦，这只小吉他还是带回来了。哦，原来这是他的，不是他老公的。小鸡，小鸡，小鸡，小小蛋壳鸡。糟糕，真多小鸡！
毛衣啊，还有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为什么拿起来是水水的？所以这其实不是毛衣啊。小小小鸡，黑色。瑜伽垫。猪，猪还在，可是它其实已经开始有点破损了。它真的很喜欢这只猪哎。奖状还是拿回来了，可以贴这里。嗯，啊。要不然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只独角仙也带回来了。里面装什么啊？我不太懂这个。独角仙放这里。这个裁缝机是代表没有在使用了吗？他已经放弃了他的梦想了吗？书，又是书，而且还是吉他书。他还是很喜欢弹吉他的样子。音乐书，橡皮擦，笔。哇，这个如果他没有在用，是不是可以摆进去？不行，这里面到底画了些什么呢？这是有点看不太出来。美术书，嗯，这个裁缝机有点麻烦啊，欸，可以放到床下，欸，它到底有没有在使用啊？来，浴室里面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沙龙巴斯吗？他看起来是在抓往被抓什么的，我不懂，不懂这是什么用途。医疗包，这个还在 ，OK。哎，那么里面是不是不太好拿这样子？绵绵不能堆上去。OK， 这个这是洗澡用的吗？那应该摆这里面。OK， 这什么啊？护手霜。要梳子，对哦，原来药这边也有摆一些药品之类的 ，OK 崩药之类的，那这个摆这里，这样子 ，OK。哎，这可以摆到里面去。这个杯子还在用啊，不要用了吧。
烫头发的也带回来了。嗯，没地方摆。指甲剪，小指甲剪。嘿，刮胡刀。为什么？难道这其实 是拿来刮腿毛的？啊？哪一个？哦，这张不能，哎，这张不能摆这里啊！为什么？哎，结果摆到这里，他就没有用钉子擦他的脸了，为什么？咦，我不懂这个。欸，真的，果然还是要把它藏起来，可是他又不想丢掉那张照片，这么复杂啊。好，我来照这个房间看看他会说什么。烤鸡，这个房间以前感觉比较大啊。他没有特别说什么呢。好，下一个。2013年，隔年。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还有电脑室了。哇，这好大。好多房间，我虽然有点脏，但是这搞不好是他们买下来的。好，马上开始 unpacking 吧。这个还在啊，太爱这个，而且都没有。哎，这个吟游诗人变成彩色的了。哦，这些是书。欸， GameCube 的片子还在呢，看来他没有要丢掉旧主机的片子的意思哦。这是一电影吧，这个还在呢，这可以摆到最上面耶，干脆把它们摆到上面去。萨斜塔也还在，这个也还在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很重要，又不是很重要。我觉得是科幻小说啊。车也还在，风车欸，去过荷兰了。哦，这好厚哦！P 哎，这个不是 ET 吗？OK，GameCube 的手把哎，他很喜欢 GameCube 哦，都不会丢掉的。哎 ，Wii 的手把。Wii 出现了，这是 Wii 的片子吧？这是 Wii Sport，Wii Sport，GameCube，GameCube，GameCube， 马里奥赛车啊，马里奥赛车，GameCube，OK，、okay 啊、还有啊，糟糕，放不进去，可恶。小鸡出现了。
OK， 这桌子怎么这样子啊？软骨头两个。啊？哪里搞的？这是我知道是一个手，可是这是干嘛用？这是装饰吗？哦，这个还在。哎，有架子可以摆了 ，nice。Metroid 啊，真的是哎，连 logo 都是 Metroid Prime TV Remote， 这是电影吧？电影 DVD 播放器，电影 ，OK。这是什么？携带式音响吗？可以。先放这里，我不知道这要怎么放比较好。厚重的书啊，现在厚重的书都摆在下面了。要摆到最下面，厚重的书 NDS， 这是这样吗？这是 3DS 的游戏是不是？好像是欸，这边有一个红点，就是 Nintendo 3DS 那个3，先放这里咯。嗯，这些应该都是 3DS 游戏，应该还有黑色的线条表示它的年龄分级是比较高的。这个是欧美版的才是这样，欸，日本版的好像也是啊。这本到底是什么？这本是其实就是相簿，是不是？哦，里面竟然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啊！雨伞，哦，这是雨伞架。OK， 拐杖，台灯，龙龙可以在客厅吗？哇哇。所以他，他又从他的老家把这些布偶带来了，表示说他要在这里，他决定要在这里生活了，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之前跑回家去啊。总之先放在这里好了。嗯，这次的整理可能会。花很多时间吧，这次的感觉比较难一点，因为东西很多，房间很多。带竟然有蛋壳鸡，黑小鸡，小鸡，蛋壳小鸡，好，要蛋壳小鸡，要蛋壳鸡，蛋壳冒小鸡这样。Nice， 这边还可以再继续放东西呢。这个我看放到工作室吧。好，厨房。哇，这电锅啊，大铜电锅啊，汤匙，刀叉，刀子，叉子，量杯，玻璃碗，咖啡豆，这是磨咖啡豆磨咖啡豆的，啊，这个是，反正都是咖啡相关的吧。啊，这干嘛的？这是刷洗什么的吗？刷洗厨房的。
哦，这个是杯垫，两个杯垫，三个杯垫，啊，就这样子吧。量尺，量尺小，酱油，美国人也用酱油。这是烘烤烘焙纸是不是？擀面棍，夹那个造型饼干造型用的，橄榄油，我猜这是黑醋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杯子啊，有点难辨认。怎么用这种颜色的杯子啊？哎，小锅，炒锅，碗，这个还在呢，所以而且已经有一点缺角了。Cookie jar， 擦巾啊。先放这里，擦巾，其实可以这样，砧板吗？这是砧板，咖啡跟咖啡放在一起，这个还在呢，真的很喜欢这个无尾熊磁铁呢。还有爱心磁铁，这个也是。这个冰箱比之前那个 modern 就是比较现代的家小哎。OK， 他们这到底这是不是啊？是离了还是怎样？还是没离？哎，这是小朋友用磁铁，所以应该是没离吧？应该是他们两个的新生活，我不懂。等一下，应该要再看多一点。哎，好多好多这个杯子。哦，蜂蜜、水、酱料，这什么啊？这是计时器是不是？刀子，一等于三，哦，加二，一加二等于三。如果是小朋友用的话，可以放在冰箱比较下面的地方。啊，这样还有啊，神来之笔，OK， 盘子，哇，好大的盘子。大盘子放上面啊。哦，这个又出现了，那果然是洗菜的吧？完，这是烤盘吧？放得进来吗 ？Nice， 厨房纸巾，哦 ，OK，Nice， salt。salt 跟 sugar 都放这里啊，完，热水壶啊，哇，
竟然有这个，这下有点麻烦了，这样子吗？不行哎、欸，太大了。哎、欸，可以放到上面去，那就放上面啊。调根，洗手的，这是洗手的，我觉得这是洗手的。洗碗巾，菜瓜布，菜瓜布一包，调羹，对，终于有地方放这些了 ，nice。哎、okay. ，哦，烛台啊，蜡烛啊，蜡烛不用放这里啊。盘子，哦，大锅子，烤盘，这不是跟这个一样？那这两个叠起来放在别的地方嘞？还是可以放进去哦，可以耶，烤盘这样放倒是有点奇怪，一个就算了，放两个是有点奇怪。啊，你口嘞，这是垃圾桶啊，那这边应该要这样。OK， 还有很多很多空间呢。这样子好了，好，这样看起来也不会那么杂乱。哎、欸，这个竟然放不进去了！啊，在垃圾桶旁边是有一点奇怪。好，工作室、书房。哦，这个还是可以拿回来挂。台灯，这个还在啊，没问题，放脚下。色笔。马克笔，哦，色笔二，哦，耳机耶，果然还是喜欢紫色。Sketchbook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画册小说还是什么？画架呢？还有这个，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东西？好奇怪！哎，你这选色也太奇怪了吧！你这选色也太奇怪了。垃圾桶，这是什么？捏捏球？捏捏球吗？毛巾可以放这里，不知道是用来干嘛。书啊，这是美术书可以放这里。美术书太好了，他一直保留这几本书呢。金鱼耶，可以放这里耶。原来有两只哦。
那另外一只放这里咯。好 ，notebook。这个还在呢，美术书，美术书 ，OK， 铅笔，笔筒，橡皮擦，OK， 他画的猪越来越精致了，所以他真的很喜欢猪呢。哦，还有这样。所以这些 sketchbook 里面画的都是这些东西啊，挑了几张比较满意的出来啊，还有鸭鸭，这是鸭吧，还是鹅？哇！这张图他是不是蛮喜欢的？哦，还有花、草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个他的独角仙过世了是吧？啊，原来独角仙过世了，他还准备了一个这样画，弄了一个这样子的画。哦，哎呦，这幅还蛮酷的。这幅画他也还留着呢。哦，黑猫。哦，这幅画他也留着呢，这幅画可以在这里。好，熔岩灯也留着。可以点亮，点亮哦！有了，好慢，这是印表机吗？哎呦，好多这些机器，我有点不懂了。这一栏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电线啊，看来他跟我有差不多的困扰呢，一堆电线。不过他的篮子竟然是紫色，这么爱紫色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纸吗？一盒纸，名片，这是 router 吧？这是 router 没错，可以放在这里。时钟，哦，有了，哎呦，收完了吗？这个东西放这里是有点奇怪，要不然这个还是过来啊。它可以堆起来啊，好酷哎。但 DS 游戏只有三片啊，只有三片反而很不好放，不知道放哪里。哎呦，收纳空间变得很多了，反而放不满了呢。他在画作，嗯，不行。这样子好了，好，
浴室先好了。毛巾。梳子，这个梳子用多久啦？换一把吧。这抽屉有点小欸。药品。我真的觉得这是刮脚毛的。牙刷。牙膏。这杯子还在用啊。现在才发现它可以插进去，插手巾啦。欸，怎么又一罐？所以有一罐是属于厨房的。卫生纸。化妆包包、卫生纸、卫生纸、体重机、这个这样子还蛮合理的。垃圾桶啊，这样子吧。那是，又是这个。哎，维他命 D 啊，维他命 D 是要在，维他命 D 是在浴室里面吃吗？怎么觉得怪怪的？放这里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啊。这样吧。这也是药品啊，这看不出来是什么，什么药？医疗包 ，OK 绷，这放这里奇怪，放这里啊？指甲剪。护手霜也放进去，小指甲剪啊，还小指甲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可以挂这里？这是用来洗刷身体的吗？蟑螂药啊，这个不应该摆这里啊！啊，我觉得这个菜瓜布放到上面去啊，这样蜡烛也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放这里就可，这里竟然放不进去。哪里？这样子呢？维他命 D， 维他命 D 放这，哈哈哈哈哈哈。Over， 寝室啦，最后啦。啊，他们这个抽屉变成这样，而且还透明的、哦。
还有这个内裤睡衣吧，这是睡衣吧。这个到底是什么啊？裙子，这个到底又是什么？内裤，内裤，裙子，没有架子放，有了，裙子架，高跟鞋，衣服，高跟鞋。闹钟 ，MP3， 家族照片，小蜡烛，小蜡烛摆这里会不会蛮奇怪的？小蜡烛摆去这里吧。哦，他是这样做的。好好好，那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原来如此。可是这摆这里不是也哦？可以摆这里。那这个回来。有了，这可以点燃吗？不行。哎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哎。Raja， 哎，衣架，哦，洋装，哦，这个一样回到床下，哈哈。Raja， 哎呦，这么多。那只好看起来袜子没有很多双，还是他们还是得摆在一起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袜子跟内裤摆在一起很奇怪啊，我自己是觉得还好，反正都是干净洗过的。猪猪出现了，而且还有缝补过的痕迹耶。哟，有帕卡，小可爱，裙子，哇，裙子，衣服，裤子，给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衣架。哦，收纳变得好大的话，就不怕东西多了呢。而且看起来没有男人了，变成他自己的小。蛮大的天地了，打开衣架，鞋子，进去啊。哦，又是这个书包。这样吧，衣服，袜子，裤子，内裤，运动裤，内裤，睡衣，
内裤，内袜子，彩色袜子。OK， 好、哦，我东西都弄完了是吧 ？OK OK。这样子吧，这样子。哦，这里不能摆这个、啊，那睡衣摆到这里。睡衣、衣服，衣服都放这里。还有一格是空的呢。放到这里吧。这个龙不可以待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个东西不能待在那里啊。该不会是热水池？那个放热水在里面会暖的那种暖暖包吧？他们两个竟然可以在床上坐在床上这样子啊？这个不能放在这里啊。这是浴巾啊，所以这个是要挂这里，这两个不可以放在里面，所以要放在外面。OK， 好，然后这个东西啊，可以放在这里。OK， 这样就没问题了。然后还有这个东西不可以放在外面，难道真的只能放在垃圾桶旁边吗？不行啊，这样不好吗？可是这里又太小了，明明看起来可以进去的不能进去。OK，好，我要找到哪里才能比较知道，才能比较知道故事。到每个房间有不同的评语嘛？到哪里比较有故事？这里吗？到这里好了。它可以摆到这么下面了。OK， 这次觉得反而觉得收纳空间好多、哦，好自由的感觉。哦，摆哪里都可以，好爽啊、哦！这里好了。凤凰，为什么是凤凰？把这里打造成我专属的艺术空间。啊，所以她真的，她离开，她是不是跟她丈夫离开离婚了？是不是？有点摸不透。不管怎么说，她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了吧？2013年。好，那这一集的 Unpacking 就先玩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看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先看一下接下来是第几年，2013之后呢？2015，两年后。哦，多了很多东西哦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